笑里藏刀，看把死的说成活的，哪种人惹不起呢？宁可相信世上有鬼，也不要相信领队那张嘴。你的海味怎么是鲔鱼罐头啊？面海的那个五星级饭店连窗户都没有，我说没有，整栋饭店的那个坐向是面向海边。你真的是没血没泪，人家就真的爸爸肝病啊，真的，这个肝都已经换五遍了，他还是他还要相信。今晚9点，东森超市圣子丹频道。我就问你正常吗？